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李白终于把它念到100集了齁，100集刚好是顶了齁。那就跟一下官方要不要开放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玩一下我们这个历史的记录保持人，得分记录保持人 LeBron James。 James， 好不好？我们来玩一下他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他待过的骑士队，再加上湖人队，哦，再加上现有的那个 Russell 啊，还有那个又要回归的 Caruso 啊，一直给他加进来啊。那因为这个巨星之路，他挡了那一个巫师，然后那我们八村垒不能加进来了。那我们先把那个这个先拉掉好了。好，就这些，然后那其他的，然后其他有一些球星啊，都是我们这个 NBA 绝对巨星里面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那个最新的，然后最新的那一些，就是2022年之后的那一些新的那一些什么选秀啊，什么新的啊，完全都没有啊齁。那看我们的 NBA 巨星老板啊，什么时候觉悟啊齁，想要更新一下我们的球星卡池啊齁，球星卡池看要不要更新一下啦齁，不然这样好像是他那一些球星都还在旧的球队里面齁，都还在旧的球队里面。那也没有一些全部的球星登陆哦，有一些球星就是 NBA 巨星老板说的算哦，他就是不强，我们就不登陆，也不会有他的球员卡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了哦。啊，好啦，就看一下老板们什么时候可以调整了齁。对啊，就不知道怎么调整，因为 Kevin KD 也还在篮网队啊。这不知道多久之前的啊，已经两年在太阳队了，还没有更新哦，看之后什么时候更新啊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玩一下我们这 LeBron James 好不好？ LeBron James， 那我们用骑士队跟现在湖人队去做一个组合啦。那有一些球星不能选啊，还有一些球星是巨星之路限制的，也不能选，那我们就是选现有的，就把这些选进来啦。哦，把这些选进来。好，那就是当然是湖人的双星嘛，对不对 ？AD 跟我们的 LeBron James， 那 LeBron James 开启第二个位置的时候，他是打控球，哦，控球后卫。那我们把骑士五虎又拉进来，哦，拉进来。Irving 也没办法排上去，因为我们要玩 James， 然后他就只能当板凳替补啊。那 TT 有 AD 开启第二专场的时候，第二位置就是中锋啊，所以他也去替补啦。那 Caruso 跟我们的 Russell 也都是控球啊，就去旁边看啊。我们就主要就是要玩我们的 James 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玩看看，然后那我们来打一下我们这个尼克，哦，尼克队。好，开始了。那为什么会他是历史第一人，得分榜第一人呢？哦，得分已经超过贾巴，然后已经到现在已经到39000，哦，39000分。哈哈 ，LeBron James 一来就给他进球，我们就是要这两个 James 是主攻手。江湖绝学，不看人传球，不进。想要赢得比赛，抢篮板这个脏活不能小看。这球厉害啊！哦 ，UR SSR 联手，我们的 James 就是这么的可爱，可以踩线的了。39000分，而且这个39000分还在持续进行中哦。哦，我靠靠靠，我靠我靠，哦 ，James 转给 James 啊，轻轻松松得分成功。
哎、欸，又被盖了，笑死 ！AD 直接扣啦。他后蓝光，我感觉蓝光都有点变形了。我觉得蓝光有点变形了。Julius Randle， 这就是之前没有沟通好，双方都有些就失误了。精准的传球，回传中距离，一方持续得分，而另一方持续投不进。这样下去，他们距离比赛的胜利是会越来越远。教练又在休息，刚开赛而已就休息。进攻终于进了，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基本的操作。那我们高位进攻，就是用这两个双枪啊。反手 reverse， 进攻手感不错，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基本的操作。传球给队友，被盖了，又被盖了。火锅够辣够爽，直接传了、啊，直接飞起来了。哎呦喂！直杀到篮底下 ，Davis 三号位直球 ，Randle， 这样史密斯就可以投三分，而不是叫你投三分呐、啊，我是要让 James 投三分呐、啊。抛投，想要赢得比赛，执行者是 James。现在持球的是二号位，哎呦，这么大的空档，简直就是防守球员在挤出来。哎刚刚是那个Kevin Love 啦，一号位持球 ，Julius Randle， 他不会让任何人在投篮方面，哇塞，他会整场比赛都和你拼三分。James， 哇，这背后传球真是神来一笔，哎呦，还是很轻松，对于直接反手勾射得分内哦，拉杆反手勾得分，没有了吧？五点三分，最佳出手。你要森雷传出来都有机会三分球了哦。现在持球的是三号。这要是 Miss Green， 嗯，没有。哎呀，23号的拉邦 James 跟6号的 James 联手，看可以打几分啊？哦，第一节结束了。进行的改变。进攻手感不错，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基本的操作。哎呀，不盖了哦，你还反手嘞？凯文洛夫传，哎呦呦，哦，哇塞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灵活啊？现在持球的是二号位，失误啦，撞人了，压抑了 ，Davis。精准的传球，耐心的传导，他们在寻求团队配合。哎，传得好。现在持球的是五号位，一号位持球，精准的传球，没进没进。他是个冷酷的抓篮板好手。Cameron Rowe 直接上了。哎呦喂！球迷买票买的值得。撞人撞人撞人！这球太大意了 ，James。James 传给 James， 再传给 Kevin Love， 轻轻松松啊！队友接应 ，Randle， 哎呀，被盖了啦！快传，直接扣了！哎呦，单手暴扣啊 ！Number James 从后面传球。Julius Randle， 把球交给队友。出色的视野。哎呦，跑位，两相比较而言 ，Are you 啊？精神不是很集中啊。45度角三分出手，想要赢得比赛，抢篮板这个脏活不能小看。这球厉害啊！后撤步 ，Julius Randle， 后撤步投篮得分啊！踩线，感觉球员之间没有默契。喂，不要再踩线的啦！老帮 James 23号 James 直接扣篮冲过去。哦，这个他让你想起了谁？李拜哦。三号位持球，对手在战术上。哇，这个动作跟那个现实的是差不多的哦。你是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被盖了！哎，叫你乱丢！
哇塞！现在持球的这样，史密斯这么凶哦。四号位持球，发球线接球，发球线接球，投篮没进，哦呀，没进，自己还进来。哎，老王 James， 哦哟，自己丢自己灌的哦。哎，我怎么是记得你有这一招啊？你刚刚不是真的柔软？哎，刚刚老王 James 不是那个吗？不是发动的吗？专属时，哎，又被盖了。火锅够辣够爽，对方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。哇，后撤步投篮三分得分啊！哇塞 ，Jazz Smith 啊！嘿，不要乱学好不好？他们直接飞哦 ！Jazz Smith 来哦！哦哟喂，还有重播哎、欸！他们直接飞进来啦、啊，屌啊！二号位持球。哎、欸，那个三，那个外面传给，啊，一下。Robinson， Kevin Love， 专属时刻。哦，打板得分。持球的是四号位。五号位持球，背身单打，低位单打，哦，低位单打不错呢。Walker， 哎，不是 Walker 是助攻的。哇，这背后传球真是犯规啊！第一罚投进，又在右下休息。哇，看来这个组这一团比较得分分散哦。哇，帅哦！直接飞起来啦 ！James 就是不一样。耐心的传导，他们在寻求团队配合。打手了，真是不应该。哎呀，怎么犯规呢？上加一。第二防有了。传球给队友，四号位持球。现在持球的是二号位。又犯规了。一罚稳稳命中，五号位持球可以啊。天霸 Walker 精准的传球，转身一个。哎呦喂，后撤步的打板得分呢哦。对不起大哥，你想这样轻松的得分门都没有，特别是当顶尖的切进去了，怎么没顾啊？呼吸的时候进球还是很轻松。对于这样的明星球员，防守时要采取包夹战术。有点个 James。他选择后撤步的三分出手，漂亮的跟进补扣 ，Davis。有两个 James， 看你怎么办 ？AD 来啦！他成功变到手，为什么是 Kevin Love？ 漂亮的空中作业，两人不是 AD 哦。他们之间已经培养出默契了。这就是之前没有沟通好，双方都有些懊恼。45三分出手，现在持球的是四号。两个 LeBron James， 谁没进没有问题，我来补进就好。分到罚球线，好球，空心入网，毫不讲理的进球。James 来了 ，Davis， 传给 Davis，James， 他们打得十分有耐心，底角发炮。哎，阿利亚波利布拉威。好，第三节结束，我们的第二后一节啦。最终鹿死谁手？现在持球的是我、哦、靠，拿了就直接投啊！那是你家是不是啊？现在持球的是一号位，失误了，这球太大意了 ，James。哦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命中 ，bingo！ 传的好啊，助攻得分抓篮板 ，OK 啊。
突破，冲进去，二号位持球。铂金，铂金，哎，抢篮板虽然不能，那么多人抢，有没有抢出一个人？这场比赛绝对重要。弧顶三分，最佳的出手位置。OK 了，再来一次。弧顶三分，闪电出手，狙。五号位持球，背后轻轻一波。牛，传得好哦。James， 队友上来做个掩护。哦哦哦，防守犯规，阻挡。看来这一组配合真的是得分平均的哦。三人抢输一个人啊，干嘛伤憨啊？三号位持球 ，JR 又来了。这球真漂亮。Julius Randle， 中距离拿球。喂，不要再犯规了啦！没进呢。第一罚不中，还可以，至少得到一分。至少得到一分。美如画，魔术师的运球。空切好了。一高人胆大 ，No looking pass。五号位持球。Julius 踩线了。用老帮 James 低位进攻啊！一号位持球，要踩线的啦！喂，不要闹了，一直踩线。现在持球的是四号位，老帮 James 出现了，哦，也直接暴扣啦！哎呀，重播来了，直接暴扣啦，爽啊！哇，这个动作蛮多的了哦。传球分到罚球线。哎呦，传得好啊，但是你没进啊。篮筐都快被打歪了。詹姆斯飞起来啊！单手暴扣。现在持球的是五号位 ，James。用 James 低位进攻啊。对，给 James， 轻轻松松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他们被对方打出一波进攻高潮，认真一点啊！现在持球的是一号位，穿越半场，哎呀，结束了，完成这一个球赛哈、哦，比赛胜利。那我们这个 MVP 就是我们 James， 26分1篮板7助攻。我们看一下数据，然后。那我们的先发小前锋16分的 James， 3助攻2助攻3篮板。那我们的 Kevin Love 19分 ，Davis 2分7篮板7助攻，哇塞，苦力活了哦。JR Smith 24分，哇塞，这个神经刀这么穷啊。那我们的 James 控球的 James 是7个助攻1篮板26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恭贺我们的 MVP， 就是我们想要介绍的 LeBron James 啊，39000分，好吧，39000分。那在他还没退休之前，都还会继续突破，好吧，继续突破，有可能会到40000分呐、啊。在这几刚开打而已啦哦，那这个比赛还有1000分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。有可能打到40000分就退休吗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恭贺，然后39000分的 LeBron James， 继续啊。好，这里是李白公鸡频道，我是李白，那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我们的 NBA， 一起打篮球，大家拜拜。